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换藏的开箱视频吧。我们来这一次录一下一个江西乙友送我的一个快递吧。嗯，也是两天前还是三天前来着寄出来的，也没有问我要邮费，就直接这么寄给我了。哇，这是什么来着？我的哎呀，他说是茶叶来着，反正泡着喝的。什么呀？黑枸杞。这边这啥呀？送我好多零食。嗯，为什么还有方便面的调料包？嗯，缓冲物，好，没了。嗯，这是凉粉儿，应该是没看错的话。就是这个的调料包，哦，黑枸杞，上面画了一个 ant 蚂蚁，然后应该就是这个了，嗯，拆开来看看吧。哦，小心翼翼，轻轻的打开。没有了东西，就这一个小东西了。哦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暴力划开吧，找不到在哪儿开了。哦，是只日本弓背，用的不大不小的离心管，打开来看看。第一只状态蛮好，聚焦，然后有一二三四五六颗卵，然后第二只聚焦 OK， 正常没有产卵。嗯，手上起皮了，刚才出去野采了。然后第三只有一颗卵，状态还行。哦，好的。哦，第四只，哎呦，啃咬的棉花有点多，一二三，三颗卵。好吧，我们再看一看，这是四只日本弓背蚁。然后听说给我送了日本弓背蚁之后，我就去挖了很多的日本弓背蚁的茧子吧，能看清楚吗？挺多的，嗯，两三百是有吧，反正是弄了很多。待会儿给合给这些新货。好的，嗯，条件有点恶劣吧。好吧，本期视频先到这里吧。